在龙溪大陆上，传承着远古龙神的力量，这种名为龙魂的种子隐藏在一些人类身上，一旦觉醒，就将使人获得巨大的力量。这些被选中的人，世人称他们为龙魂者。然而，黑暗也在觊觎着这种力量。当浮光城，这座象征荣耀的伟大城市，在瞬息之间被摧毁，一火红莲的身影再一次回到了世人面前。他们四处掠夺龙魂，企图利用龙魂的力量唤醒被封印在峡间的领袖。无数人因此丧命，人心惶恐。然而，即使在绝望之中，也有人用自己的双手反抗命运。夜魂即将重新席卷世界，新的传说才刚刚开始。
了我的手。这些人抢龙魂石，还杀我月亮湾的人，我一定要报这个仇。我和你一起去，我也在追查他们。好，我们追上去。使用 W A S B 来进行移动。呸！一群渣子！要不是我弟弟莫罗正好躲在地窖里逃过一劫，月亮湾就要没有人了。站住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就是你们杀了月亮湾的人。就是月亮湾的人，杀！消灭他们！连续使用鼠标左右进行攻击。点传送到下个区域。他们都是凶手，我们速度消灭他们。使用数字键一释放技能。拿自己人出气，哼！连几个村民都料理不掉，这种手下有什么用？我只需要能办事的人。何必呢，元辰？算了，我先走了。有封印的情报，再联系我吧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惹恼元辰大人的下场。给我记住！使用鼠标右键加风向键进行闪避，闪避会消耗耐力值哦。人往哪里去了？没有人了，告诉你们也没关系。大人们往晶石谷去了，你们再往前走，就是自寻死路。不用你操心。我刚才发现，你似乎并不会使用龙魂时刻。龙魂时刻是什么？身为一个龙魂者，龙魂时刻是一种高级技巧，它是利用你躲闪时龙魂之力产生的空间共振，从而令周围空间内的时间流速降低。在这个时间里，敌人攻击你的动作就会被放慢。等会儿你可以试试。原来如此。走，我们先追上去。
就知道刚才那几个小东西阻止不了你们。洛双峰大人让我回来看一下，那几个废物果然不行。哦，他们不行，你就行？废话少说，受死！以上。怪物即将命中你的时候，右键闪避可以触发龙魂时刻。龙魂时刻状态下，技能伤害大幅度增加，怪物不再攻击。怪物即将命中你的时候，右键闪避可以触发龙魂时刻。龙魂时刻状态下，技能伤害大幅度增加，怪物不再攻击。怪物即将命中你的时候，右键闪避可以触发龙魂时刻。龙魂时刻状态下，技能伤害大幅度增加，怪物不再攻击。你的时候，右键闪避可以触发龙魂时刻。龙魂时刻状态下，技能伤害大幅度增加，怪物不再攻击。怪物即将命中你的时候，右键闪避可以触发龙魂时刻。龙魂时刻状态下，技能伤害大幅度增加，怪物不再攻击。怪物即将命中你的时候，右键闪避可以触发龙魂时刻。龙魂时刻状态下，技能伤害大幅度增加，怪物不再攻击。用 Ctrl 切换鼠标模式，切入游戏进行战斗，切出游戏进行界面操作。可以自动寻路，或者鼠标点击任务目标也可以哦。